的，中央说他们才没有设局给你跳，怎么说？像李长总说你是害人害己，怎么看？这次我们碰到二十四挂号，所以我们分三个地方，二十四挂号，然后在导引组，但早上第一批已经回医院1400个人体，那目前已经200个病例出来了，都阴性，不明显。所以其实就是有一些新的报告，我们要看。然后你们一天可以做几个 PCR 吗 ？PCR 六，我们上次做到2800，做到1000多了。可是因为是因为太多案例，如果说可以用科研的码可以更快，但是因为我们要说最大的，我身体需要到多少才是够？我身体需要多少？那一个 sample 里面，它上还是有5个可以用，对，你这样要如果在不是你要先看到多少才是够？所以上次应该这样讲，上次我们回去试的，第一批的时候是两个阳性，可是那是完全没有。第二批他们一上线跑的时候发现。哇，这个阳性率高，它高的话是很好的，我觉得大概是类似大家都差超过5%，所以他们太对了，那就开始就发了。但是呢，因为你前置作用，早上一条线一个小时处理大概100到150，但是我早上人不够，因为他们半夜5点就开始，对，我现在早上2个半小时处理完，现在大概1500到1800，1500对，1500，对啊，我又照一下，等下你来看他怎么照，对，等下等一下大家拿身份证，然后你刚拍一张，我这样3、2、1，不，没。好像还好，早上一开始因为人数他们很早就来排了，所以一开始有排到后面，但是后来一个小时后大家就少了一点。大家辛苦了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